而且连导演跟摄影师都禁止了呢。现在是什么意思啊？那我可是丹江一枝花。谁啊？正是在下。什么精灵？什么人要？那就拿出你的诚意吧。动作也太狠了吧！只要你喊出那个手下，喂，快放下！啊哦。实话当真，假假啊，瑞丽。